英国航空来港航班延长停飞至到星期六。英航表示正系审视往香港航线嘅营运要求，决定暂时停飞往香港嘅航班至到星期六，向受影响嘅旅客致歉，会联络佢哋提供其他选择。英航上个月两班抵港嘅航机有两个机组人员确诊新型肺炎，最初宣布抵港航班停飞至到今个星期二，其后再延长停飞至到星期六。